据台湾媒体报道，36岁香港女星钟欣桐日前玩直播被网友乱入留言陈冠希，她当下看似雨寒脸垮，事后解释是睡眠不足。15日，她则在 RG 晒出美照，似乎心情不受影响。照片中，她穿起细肩带小可爱，大袖相间，事业线与骨感身材。曾在3个月内瘦了10公斤的她，在照片中锁骨相当明显，网友也大赞美翻，纷纷让她快出写真集。出道多年的阿娇常透过社群网站与粉丝交流，美貌早已获得认证的她，每次晒出几乎无修图过的自拍都让人惊艳，狂上一堆在线网红。15日早，她在 RG 分享自己穿着低胸细肩带小可爱的灿烂美照，后面有蓝天大海作陪，美景配佳人，2小时内便吸来超过16000人按赞。对于阿娇的美照，网友表示美翻了，我的娇又瘦了，好心疼，什么时候出写真啊？阿娇可以出个人写真集了，我第一个买，美到窒息啊。好姐妹阿萨则斗回跟阳光玩游戏。